我为了录这个 vlog 特意早起了好久。OK，今天要录的视频大概就是我生命里的一天，反正就录一个 vlog，很简单的 vlog。然后现在大概早上8点，我很早很早起床了。OK，你们就跟着我一起去洗漱吧。大概就是这样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我弟弟的。OK，现在我就要刷牙了，用的是牙膏，如果没有洗去的话。然后洗脸的话是用这个洗面奶，因为我是就是在 Sephora 买的嘛，因为我是干皮，所以用这个之后感觉蛮好的，就不会干。OK，这就是我现在洗完脸了嘛，然后现在要上化妆水。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用的化妆水，因为我是干皮，然后这个是 alcohol free tone，然后就感觉用的比较放心，而且是我不知道怎么念的 kills， 对，就比较切实的嘛，中文是就比较放心，因为草本，然后会配上这个面霜用，对。但是因为今天天太热了嘛，然后，今天不热好像不知道，就由于现在是夏天嘛，然后皮肤不太好容易吸收这个面霜，然后等一下我还要化妆，所以就不涂面霜，就只涂这玩意儿 ，OK 吗 ？OK， 现在我又回到了我的房间，然后由于今天是要去滑冰嘛，就是滑冰真不是滑旱冰，所以就要。虽然是夏天，哎，我给你看一下，哦，就不能突然转，因为是夏天嘛，然后就不知道穿什么，因为冰啊又挺冷的感觉，长裤、短袖，然后再加一个外套。OK， 我吃完饭了，然后我现在要收拾化妆的东西去带去我朋友家，然后我们一起化妆。这是我要装化妆东西的包，里面已经有一支，这个是就是。Razor Sharp Liquid Eyeliner， OK， 好吧，有些笔袋打开就不带去了。这个是我的 cream， 就是那种美白的 cream， 我想美白想粉，就带去一根。然后在我今天要用的眼影盘，就是那盘很火的乳乳盘，对，我就今天就用它。然后带上刷子，不对，不是刷子，带这个粉底液。带个粉扑，这个高光基本没有，这个画嘴唇的一定要带，放这儿。然后带我今天要用的唇膏，今天要用唇膏是口红，是这一支，这支是 Cogni， 就是有点豆沙红，就超好看的红，放进去。然后一定要带唇膏，就拿个口红，这样不上唇膏会要死。跟你说，我买了这个 bronzer。超级难用，就是扫不出颜色，你知道吗？就在我脸上基本不出色，可能我色号太黑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是这种黄油秀，很多人都推荐了。算了，我今天再给他一个机会，再把它放进去试试。然后刷要带，眼眉膏要带，这个眉毛夹也要带，眉毛膏完蛋。今天不用这个，今天用它。这个我推荐买的，带。然后哦，这个我想用这个 eyeliner， 就是好像是泰国的，忘记了，反正要带。然后 ，OK， 这里以后我有机会做一支彩妆吧。眉粉我觉得不必要了，还没有退。然后看看还有什么要带的吗？妈的刷子呢？我可以带一带，这支当然是不够的，我知道的。这哎，还有什么要带的吗？哎，哦，这个 bronzer， 我已经有个 bronzer， 但是这个好像是什么，就是涂在那个地方，但是要带。然后，这要带是没有带的吗？
我找到它。那个，遮瑕膏。修容也是要带的，不修容会咸。Oh my god， 下边去吧，你们胃疼。最后我要把这套笔放进去，对，这就是我在那个药店买的，就 OK， 就超级便宜那种，那就是一套挺全的嘛，感觉你看花盈盈还有这么多。我试过一次，就是它可以抓很多粉，但是上色的话一般般。OK， 我们把它塞进这个里面。就大概大功告成了。OK， 整理完那些东西之后，我现在开始防晒霜了，因为太黑了，然后喜欢白一点。然后这个我打算擦在脸上，然后这是擦在身体上，就是暴露在阳光下的部分。OK 了，然后我要开始擦了。OK， 在一切准备过程中，就是结束了之后，就这个包里面有我的化妆包，我就我的就是充电宝啊。自拍杆啊，水啊，一切需要的东西。然后今天就是我妆就这样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的话，就这个帽子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，反正挺有名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是淘宝网的那个，就是无耳洞耳夹，因为我没有耳洞，所以就是夹上去的。你看 ，OK， 等一下我又费劲夹上去，把它夹上去，然后头发染的。不是你的地方染的，所以你们随便染，我也不知道什么色号，随便挑的。然后李维斯的上衣， Hollister 的外套，然后那个李的牛仔裤，阿迪达斯那个比较火的那款那个小鞋子，运动鞋 ，sorry， 嗯 ，OK， 所以全部装上就大概这个样子。好，我现在去找我的小姐妹化妆去了。然后到他家的时候，我在，我路上要不要给你们录不录？然后他把那个给我说问题，每步先来做哪步？